5月2日灵修分享，耶和华，求你起来。诗篇第三篇一至到第八节，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的诗。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诗篇第三篇是一篇祈祷诗，又或者被称为一首哀诉诗，里面包含了哀诉和祈求，内容相当的精简，只有八节的经文，处境是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写的。这首诗可以分为三部分，第一至第二节是诗人的哀诉，第三和第四节是诗人的求告，第五节至到第八节是诗人的信心。这个分段可以从原文细拉这个字来到去划分出来。细拉这个字在这首诗里面出现了有三次。在诗篇里面，细拉的用法是表示一首诗它需要有暂停，还有呢来到去转调，目的是有一种加强的作用，亦都可以作为一首诗的分段。首先第一段第一节至第二节，大卫一开始就向神去申诉他的苦情。大卫指出，除了他的儿子押沙龙之外，他惊觉在他身边原来有这么多的仇敌。在第一节原文是这样表达的，耶和华，我的仇敌竟然这么多，起来攻击我的竟然这么多。而这么多在第二节又再出现了一次，这么多人议论我。在第六节，大卫更加形容还有成万的百姓来到攻击他。成万原文的字根亦都是跟这么多是相同的。大卫将他的处境和苦情全然的来到去哀诉出来。这么多的敌人和困难从四方八面而来围困他，使他心里面惊惶失措，极度的恐慌，他跌入了绝望的幽谷里面。在第二节就这样说，有许多的人议论我，直译应该是这样说，这么多人对我的灵魂说。这些的敌人断言大卫他没办法得到神的帮助，可见敌人这个讥笑要直接要进入大卫内心的深处，灵魂的里面。而之后亦有细拉这个字出现了一刻的静默，大卫在这里是要表达出在无数的敌人围困底下，他自己那种无助和绝望和悲痛那种的心境，特别在大卫的晚年令到大卫极其的痛苦。第二段是第三节至第四节，大卫向神来到求告，以致大卫他经历到神的保护，因为大卫求告神，神就应允他的祈祷。在第四节我们留意到大卫这里用我的声音来到求告耶和华，大卫用了我的声音要去加强去表达他自己在一种无助的绝望里面，迫切的大声的来到去哀求神。在诗篇77篇第一节亦都去说明这种的用法，那里说，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亦都在诗篇142篇第一节，我发声哀求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到发声是代表着人迫切和专一的向神来到仰望。
大卫就是这样来到迫切的去求告神，以致神应允他的祷告。我们知道大卫他深深地去明白人那种的困苦和可怜，那种的悲惨。他曾经在诗篇第22篇第6节那里说，但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最后一段在第5节至第8节，大卫满有信心的盼望神他必然可以得胜。大卫在困境里面他信靠，以致他能够躺下睡觉，不再惧怕，并且他坚信神必在这场的争战里面来到得胜。很多学者都指出这首的诗篇是充满了战争的味道。第一节和第6节是讲到敌人怎样来到起来攻击，第3节讲到盾牌，第4节讲到圣山，好像第2篇那里讲到神在圣山里面来到去高立君王，第6节那里讲到百姓，百姓原文也都可以作为战士，而第2节的帮助和第6节的拯救，第8节的救恩，其实都是指到战争里面的得胜。而最后特别在第7节大卫的祈祷，他向神祈祷耶和华求你起来，求你起来这个表达同样出现了在文数记的第10章第35节，那里经文的记载是这样说，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求你兴起是代表着求神来到为以色列人来到去争战。以色列人昔日他们抬着约柜来到出战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样来到去呼喊，这样来到去祈求，就在这个时候仇敌就要去逃跑。所以求神兴起就是代表着神要去得胜，神起来来到为大卫来到去争战。最后在第8节那里讲话，救恩是属乎耶和华。这首的诗篇提醒我们，神不是坐着来到旁观的，他在我们的周围，他更加要起来来到为我们争战，因为得胜是属乎神。从这首的哀求诗里面教导我们，人今日必须要承认我们是落在绝望无助困苦之中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去抵御，这个才能够驱使我们来到迫切的去哀求，去坚定的来到信靠神的自己。今日人正是遇上我们这一代未遇过的灾难，又或者是一场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打的战争。早前在意大利有一位很资深的医护来到接受报章的访问，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，他说我的身体其实不会累的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不间断的24小时去工作，对我来讲一点都没问题，但是我不想瞒着你们，我现在真的实在很紧张，因为我正在要对抗的是一个我不知道的敌人。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4月4号的时候他来去宣布，他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比起世界大战好像一样，甚至可能比起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更多。那个时候特朗普宣布要增派1000名的美军的医疗人员来到去到纽约州，这个是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来到去抗疫。他对着他们这样说，他这些军人去打仗，他们要投入一场他们从未训练过的战役里面。有人亦曾经这样指出，一唾的口水有几亿的病毒，而几粒的病毒就足以感染一个人。今天原来全世界的敌人就是这几粒的病毒，又让我们人真去惊醒，人今天是如此无助和绝望。所以愿意在这首诗篇里面，我们都能够有三方面的思想和学习。第一，我们要深切醒悟，原来人在完全的无助和困苦里面毫无出路，我们唯一可以认定神是我们的依靠。第二，我们需要向神发出大声和迫切的哀求，以致神在圣山上面要应允我们的祈求。第三，我们要学习对将来充满信心和盼望，坚定地去信靠，
我们知道神终必会得胜，因为救恩是属乎耶和华。愿神赐福大家。